哇塞，大排骨！你怎么知道霓虹灯是大排骨了呀？你啥不想吃啊？糯米笋、香菇、青菜、玉米浪、米饭、大排骨呀！充满爱意的眼神。爸爸，喜欢吃排骨的，喜欢吃肉肉呀？喜欢吃肉肉呀？我也喜欢吃肉肉。那还挺巧。嗯，我刚好吃。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论嘴甜，还得是他。嗯，成了。好好的。毛绒的海报也要开呀！现在还没开完，现在就够了。这么长的头发，我一头都是。还被老太婆弄了。为什么？你说我要被老太婆了？不要！为什么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吃个玉米烙，缓解一下沉重的心情。哇！爸爸。嗯。这个灯是为什么？这是黄色呀。黄色怎么呀？我不知道呀。我被噎了。成功瞎掰了一下。蔬菜专场。蘑菇更好吃。虽然更爱吃肉，但蔬菜也会乖乖吃掉。给哥哥当个海苔吧，谢谢妈妈。不客气。嗯，好的。妈妈，嗯，我还说你就是一股香端。嗯，对。搞定收工。我尝了，谢谢你。